在哪里？天母。我们要去抓鬼喽 ！Go！ 哇，黄河好美哦！耶、yeah, ，最美的。哇，真的很漂亮。娘娘，你的许仙呢？许仙还在找。今天因为就是还要玩到凌晨，还要去夜店玩，所以要漂亮。今天还会带着他一起，对，到信义区再玩一台。今天是谁你知道吗？大中华。我跟他说你穿只有这一天可以穿睡衣跟拖鞋去学校，所以他就被我说服了。你知道你这个是什么造型吗？我是皇后。请问一下今天这样包画画多久？是一个半小时啦。小朋友没有生气？我比较生气，画到都抓狂。妈妈，对，打人了，打小孩。因为平常都太漂亮了，然后就想要就是特别一下，平常就是漂亮到不行哦。就是别人称赞觉得有点腻了。对，你以为这是真相吗？才怪，因为他装扮鬼。然后一看到就觉得靠妈的，穿辣妹是怎样？欢迎收看《安娜贝尔之万圣节绝美的秘密情》。这个是蓝精灵，然后女儿是茉莉公主。要出门前一个小时才知道我会这种打扮。谁决定的？妈妈，她说会帮我涂，可是她不，我不晓得是要涂这样子。最后她说出了万圣节至理名言 ：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对对对对。记住了吗 ？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